这波要摸眼，等他闪现再 Q。他交了个闪，哎呦，有点难受。很难帮啊，他不让队友抓。应该杀了。哎呦，没有机会啊。死哥，可能在我野区啊，死哥。但他没刷下来，下路兵线可以直接越了，这波兵线挺好的。哇，兄弟，你再扛一下嘛！还好这波 Q 到了，不然亚索嘎了呀。死哥不来吗？那这波还可以挺赚的，这波活过来了，这波直接活过来了。有没有可能要买个小？阿古尼看见死。直接给他吐了。直接就给他做掉。先打小龙吧，要不然。还好，他们这波扫个 AD， 电龙，电龙也还行吧，稍微补下等级。这就是此地吗？
武器伤害这么高吗？哎呀，天呀！ 好亏啊！野区又没了，操！死哥偷了多少钱？400。别去翻。 不小心。 踢得好，但是没人接呀！别拿大龙了呀！这不打大龙结束了呀！真不能再拖了。 要不对面 AD 失误了，这波摸也没摸出去，不过还好打赢。 哎，亚索呢？哎呦！ 15了。
挖不动啊！即便是派克也是个麻瓜。即便是派克真是个傻子，还搁那举胳膊呢，笑死我了！直接被亚索的风吹死。他妈，你叫此地，你叫此地啊，弟弟啊！小卡拉米啊！啊？这居然没有 Q 到吗？亚索，你在干嘛？他为什么不秒接啊？哇！坏了！我操！哎呀，他为什么不秒接呢？没抢到，可惜。这一地他妈刮，这一地刮对面森都刮不动，刮刮泽师傅还在刮，快走啊！四呀，石头人，好啊！哎，你这个勾，啊！我还没死，我操！这逼没蓝了，现在是哪个在掌握局势啊？我他妈打了多久？我把他杀了，我操！这就是此地吗？给机会的神啊！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！兵线，兵线，兵线！让我吸，让我吸，让我吸！让我吸啊！我操啊！一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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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波！一波，一波，一波，一波！我操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！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！
nice， 赶快，妈老司机要活了！哎呀，对面这小卡拉米拆家拆家拆家 ，nice nice nice nice， 啊，对面这小卡拉米。